漂亮啊，漂亮啊，妈妈喜欢漂亮的，妈妈喜欢漂亮的，像这边的黑黑的呢，我把它画掉。为什么那里会黑黑的、啊、老师？因为气血宣了不是很好，你看这拉着，这边很拉着，过去都一直拉着，气不通啊，血不通啊。可是你屁股不要回来，气跟血是一起。因为他上半身不能动，那你屁股就是你如果回来的话，你看这样子，我如果屁股往后翘，然后拉下去，我不回来的话，我上半身是不会动，对不对？嗯，不会说前后移动。那你我下去，如果我回来的时候，哦，我回来，我上半身就是在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不要回来，你屁股就是是永远是一直翘着。一直翘着，一直翘着，上半身就不会前后移动。嗯、刚才我刚才来说明，现在我看自己的，现在蛮好。屁股不要再来，不要前面的。对对，不要前面，就是这样。不要前面的。对，那你是孩子，所以屁股一翘着就不会，对，上半身就不会动，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